咱啥人知？人生路苦茫了解，情字难写，有命难定，行起人生路犹原爱行。丁兴参见国师、大法师。丁将军，什么代志？洪亮国公证明，专工来请国师、甲大法师去国公府做客。国师啊，啊你意思啥物？既然是南大将军的邀约，那我袂去做客。好，阮接受邀请。一杯烧酒，我代表济州的军民，欢迎老国师和平师傅大驾光临，请。阿弥陀佛，国民师傅，啊，你哪唔啉咧？歹势啊，和尚我是出家人，食素的，酒哦袂啉。国民师傅。这酒是素的啊！啊，酒是素的，敢不是嘞？这酒是五谷杂粮所制作出来，敢讲这酒是荤的嘛？啊，那五谷杂粮不当然是素的，啊，不过哦，这酿出来的酒已经变了色，所以。出家人啊，是无得啉的啦，啊，变色？嗯，当然啦、啊。那是吼，适量的五谷杂粮，会当予人食，予人啊会当活落去，啊，有都是衣食住，知音乐。啊，只有伫这五谷啊，食到有剩的时阵啊，才会摕去酿酒。啊，这种情形啊。迄人啊，早就已经食到饱饱饱，好，俗语咧讲，饱暖思淫欲，啊，这酒啊，是思淫欲下的产物。这时阵啊，五谷啊变作呢，会当予人思淫欲的酒，这就是回事。我拄则讲，变了色，所以啊，出家人是袂用的啉的。高斌师傅啊，确实得道的高人啦！一到济州，就啊本着百善机啊！啊，哦，嘿，不敢不敢！啊，这天物虽宽啊，不论无根之处，佛法无边，难度不善之人啊！
啊，神机神机！只有啊，甲五佛有缘的人啊，才会当识到神机的滋味。公爷，啊，你是富贵中人，唔知你甲五佛是唔是有缘啊？郭明珠，伊有缘。地藏王菩萨誓言，地狱未空，誓不成佛。众生道精，方正菩提。回想我是地藏王菩萨上界虔诚的信徒，所以阿弥陀佛。那你我哪有就有福咯？我就等呢地藏王菩萨的信徒，孤贫师父来给他度化咯。阿弥陀佛，嗨，公爷。请你放心，回心我绝对袂让你失望。今下已经传来太祖身体欠安的代志了。老国师甲国民师父这么近来济州，找这个良客稳定这个金流，要来替太祖呢消灾祈福。这是真好的代志。那用新位呢，大明的神主，嘛是希望呢，太子的身体用早早康复。那用呢，已经投入各地呢，全力配合呢，老国师甲国民师父呢，去做良客的代志咯。啊，配合文部来遮是无想要惊动梁国公，因为既然梁国公已经知影，而且佫遐尼支持，我想我要找良客。安抚金龙的代志，一定能早一日完成。太祖的身体，也能早一日康复。这实在是大明之福啊！那咧，老国师甲国民师傅就暂时待在寒舍嘛。明仔载透早呢，我就派人呢陪老国师甲国民师傅去找龙血啦。安尼真好，多谢梁国公。老国师，国民师傅。您需要什么人陪您去找龙客呢？敢有需要了解这个风水地理？那呢，我这个遗嘱呢，欧阳文秀呢，对风水地理有小小的见解。国师，国师，你若无去遐，文秀万一真难怪了了。反正我看吼，这遐风水地理的吼，都唔免啦，吼。非得吼，这老国师吼对这嘛足体的啊，嘿，其实我是感觉讲吼，你公爷派一个哦，你脚手袂歹，啊对这技巧的地形吼真了解的人哦，来陪阮爱对应的啦。哦，小峰啊，是。老国师，和平师傅，我这个遗嘱白小峰，明仔载就陪两位师傅去找龙穴。我陪白小凤，国请国师，也国平师傅多多指教。好，安尼就麻烦你啊，小凤，请你替我准备祭酒的地方。是。想要吃包啊，因讲我无钱。你大家来看卖啊啦！这种好卡好酒，阿唔去赚啦。对啦，我来阿袂。要哪赚啊？要哪赚？啊，有啦！阮老弟有一个广告的，你敢看伊嘴，赚足侪钱的。
无田油粉，爱透早爱起，啊，换面做包啊。哦，你敢会晓讲英国？看你这才，嘛是有读过册啊？你到底会晓讲袂啦？会使无啦？对啊，会使袂啦？到底使啦？讲过，要讲什么过？啊，落才人家主啊，还是将相、帝王之类的啊？咱的皇子，有一天，有一天，恁阿娘甲伊讲，其实恁老爸是太监。太监，太监嘛，边个皇上？啊！结果，恁阿娘就真正传这个囝，就是这个皇子。去皇宫内面，甲因阿爹就是皇上，智慧认亲，智慧认亲，好来，继续啊，继续。就这样。真的啦，结果真正有家己，真正有认亲，结果这个皇上确实是一道碑。好了，哎，进来。这个皇子真是搬入去皇宫内面住。哦，过来这里坐。然后，伊就没关系，我没关系，伊连穿衫嘛没关系。你是在创啥？叫你去买一个物件，买啊这么久，你是走哪去啊？是嘞啦，小姐，啊，就拄啊行路有一个广告的，你讲故事，啊，听甲入心，煞袂记时间啦。小姐，你的桂花油，要唔紧来甲我抹抹？是。孔雀是啥物？你敢知影？孔雀，你问这是要创啥？啊，都广告的人讲的啊。伊讲是讲啦，也毋过广告的功夫阁袂歹呢。伊讲啥物一个流落民间的皇子，转到宫中，啊，伫宫内看到啥物孔雀。迄个广告的人，伊生做啥物款？一个流落民间的皇子，转到宫中，啊，伫宫内看到什么孔雀？迄个广告的人，伊生做什么款啊？
无忧看起来像读书人，毋敢像看起来戆戆呢。也毋过，迄穿的哦，佫那王公贵族。敢会是住所？阿祖啊，这桂花油的芳味唔对，你紧用啊？敢有？紧去啦！哦，是。较紧的用走的啦。是。一、二、三。不需要，不需要。小弟啊，什么代志？你拄只有看到阿祖走出去无？有啊。紧啦！紧帮我留意，伊甲我偷摕物件。这个意思就是，
灵蛇无地来，灵蛇搁无地我巴肚来。呀！变，我来顶上，我来试看卖啊！遐尼简单，我即马已经甲你打掉啊！我想要甲你打死，打死，这边打枪，这边打枪，一直打，一直打，打打打打，是！凌霄，挂袂掉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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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调查这么久啊，到这下还是无落入什么下落，啊！罗如香这摆处境危险，伊真有可能是拿药要灭口的对象之一。若是无紧找到伊，我担心伊会凶多吉少。哎呦，啊这罗静哦，已经死到这么凄惨啊！哎，不做啊！你就一定爱家己的查某囝哦，小家饲一下，唔通让伊出代志哈。神仙，吴秘书，马上什么代志？怎这么匆忙？神仙，啊，你又甲准准准啦！迄台西路大连的凶手哦，是孙太守，叫人去打罪啦。你哪知影？那是因为啊，伊昨暗是毒蜡啦，啊，拄则叫人发现啊，我煞绑起来，等你家下路啊。那呢？
这跟伊家族有什么关系？高秘书啊，那是因为哦，波涛吹来，啊，讲伊哦，什么多啊啦，啊，坐到伊顶啦，啊，叫大声话讲，冤枉啊，啊，唔是家己要倒的，是一个叫做金恩柱的，甲抓出来啦。啊，伊讲哦，伊无杀人啊，是孙太秀逼伊去打罪的。你讲不错，咱就已经确定哦，啊，这五刀哦，伊是去打罪的。啊，那呢，真正有救一下。啊，够有啊。啊！那即马哦，佮找一个啥物金面珠哦，啊出来甲迄个五刀哦，为大陆在劫财，啊！既然这个代志是甲陆静的死有关系，而且嘛证明五刀确实是无名顶替，拿来这个金面珠，伊就是有意要替陆大人平反冤情。哎，伊你看，这金面珠会是啥？既然是有意要替陆大人平反冤情，那呢一定就是徛在咱这边的人。郭秘书，你认为你这时阵有啥会跟斗三共？啥物人会跟斗三共？因厝内人应该会啦。就讲因厝内即马毋是敢剩一个查某囝，敢讲是伊的查某囝陆如香？够可能，听伊厝边咧讲，陆如香是一个温柔少女。伊敢有可能是金面子？你讲的嘛对呢。那个金面子，金面子到底是啥？我出去一下。哎，我稍等，稍等。哎，老公叔啊，哎，安尼话行就行，你是要倒？既然问题解未开，我就找我老朋友开讲一下。老朋友哦，哦。噶是你的老朋友哦，或许我一定嘛介有交情，我也要去。先生，我也要去。哎，你去要创啥？你留伫遐等我就好。哎，你愈安尼心病吼，愈愈表示，你有啥物好康行，阮知影。或许我看阿要去，嘿嘿。哦，你要去就去，阳光先讲吼，不要后悔，不要伫我边啊，细细念知无？好。是郭秘书，惊到半夜啦。哎，老郭叔啊，哎，无咱到底是要去倒位啊？哎，咱行足久个啊呢。哎，你郭叔傅，你毋是答应我，袂用后悔，袂用细细念，恁就来创啥？我也要到啦，跟我行。又搁要行？就是我的老朋友陆静，阿伯来看陆静，我就讲来看陆静，都要生病。郭秘书，那是要离厝的上几步，唔知要去倒位找线索，不如来看我的老朋友，无你可以留什么好物件给我。对啊，已经有人来上过香、烧过纸啊，就算讲有啥物好物件哦，我早叫摕去啊。诶，先生，啊这香，马掌，你看清楚这香有啥问题？啊，先生，这两丛香吼是分开的，而且哦一长一短，意思就是讲诶，不止一个人。你无同的时间来祭拜，搁来看这丛较长的香，应该哦，拄走无外久啦。马仔，你袂歹哦，起码哦，阿仔会晓分析。你讲了无唔对，遮哦，唔拿一个人来上香，而且哦，两个人嘛唔是做伙来。无唔对，到底啥物人会替陆静上香？卡住其中一个是查某囝陆如香。啊！另外一个人到底是什么人？日日夜夜心思念，千年万年袂变卦。
人惊人是会惊死人呢。啊，阁无人咧。平时啊，为官清净，啊，毋捌想要害人。哦，啊无今仔哦，这个囝嘛惊一个破胆。哦，你啥？啊！干嘛？陆正在找我。陆正酒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这代志敢有你讲的这么严重？义父，虽然害你硬将孙太守硬回去，嘛交代讲不可度的。啊，不过今日是金面主第二次出现，而且看起来是针对陆正的案件来的，所以害你就伫想讲。莫里卡，这件代志是拄啊开始尔，刷落来有搁啊麻烦，搁啊多的代志会伫后面。我看这是一个彩球拍，这个姓孙的无大惊事啊，何必你家己大惊小怪，看得这尔认真呢？我生气了啦，是不是的，文秀？当然。义父，你一句话点醒害你，李彦祖确实哦，无啥好听。真好，即卖来甲赶紧啦，量迄个代志呢办好，唔通让遐无需要的代志呢干涉到咱的代志，知无？我了解。无代志呢，你落去，我还佫有代志要办。上义父。有机会当选出去。燕妮，我来看你，你有较好无？燕妮，敢毋是替女主？想袂到阿爹已经给藏在遮，看起来还阁真关心伊的款，看这到底是安怎？燕玲，你有想起什么新的代志无？无，唔管我安怎想，都是无任何的具体。燕玲啊，你唔免急啦，这种代志呢，愈急是愈想袂起来。帮我较轻松点啊！轻松是变哪轻松？我根本就唔知影我家己是甚物关系，也毋过煞一直待伫你遮，而且，逐工拢有服用，你有我准备珍贵的药材，状况嘛无任何的改善，你叫我是变哪会放心的？这哪有甚物关系呢？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？咱两个关系是足深的，我照顾你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代志嘛。
人民关心。嗯，关系真深，到底有偌深？时间已经这么侪天啊，你都唔肯跟我讲咱两个人真正的关系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代志在污蔑我？或者是你根本就是在骗我？玲玲，你哪会安尼讲的？我身为梁国公，讲的话呢，句句拢是实话，袂去甲你骗。既然你执意唔肯跟我讲，那呢，我只好离开。玲玲，你这是创啥呢？代理，算我拜托你，你跟我讲，我到底是啥？是哪会当得到你这么用心的照顾？用心照顾，本来就是应该我来做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应该？哦，既然你个坚持要知影。我就跟你讲，其实咱两个咧是夫妻，你就是我拿玉的牵手。牵手？我是你的牵手？无唔对，我就是你结你二十年的情人婿。无可能，无可能。这边哪有可能？艳丽，你哪会安尼讲呢？我哪会呢？确确实实是你的亲人婿啊！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我无法度相信这是事实。艳丽，我知影这个答案你无法度接受的，你只是无法度来听我。我嘛袂去怪你啊，为了要你恢复你的记忆力，就算够我传你一摆，本将也在所不惜啊。安尼，无关系啦。为了要你较清醒一下，安尼呢，我就袂教了你。不过。你若想起什么代志的时阵，你一定要头一个甲我讲哦，因为今麦全天下上关心你的人，就是本就我。小姐，你是谁？哼，你的音苗会当瞒过别人，但是你无法度瞒我。你想要记住，你什么话都袂记哩，要来又管我哪条？这尼啊卑鄙的手段，你也想会出？你咪想错过哦！你这么到底是在讲啥？是安尼讲我又管你啊？你到底是谁？我跟你讲。你不是我阿爹，哪将军的牵手？音苗会当瞒过别人，但是无法度瞒我。你想要记住，你什么话拢袂记哩，要来又管我哪条？这尼啊卑鄙的手段，你也想会出？你们哪想超过哦？你这么到底是在讲啥？
是安尼讲，我又怪你阿爹。你到底是啥？我甲你讲啦，你唔是阮阿爹，哪将阮的牵手？我死去阿娘，伊真死啦！你真袂记小的查某？那老将军，却一直跟我讲我是，到底谁讲的才是对？到底谁讲的才是对？到底谁讲的才是对的？心胸够凶，实在我拢真烦恼。头家，我只讲一声吼。大家。无气质，无参像我，生甲上一般，都好参像一粒青色的顶壳，好食，有气质。阿爷，我们下面。哦，谁来哦？潘主席哦，你怎么来了？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你来无？无气质。小姐，咱是不是已经到这个山坳啊？哦，对。回想我吼，虽然袂晓看风水地理，啊，不过吼，我敢看这个地势，你也知影，这是一块宝地。嗯，你讲我哪看袂出来？白小姐，这个山坳叫啥名？我太阳较早人甲只号做五龙穴，五龙穴，果然是地路之名。嘿，老哥说，啊，这是哪讲？高秘书，
如果这两边的山势险峻，其实已经稳重中地气，伊乃是黑中的脉络。佮加上咱拄啊看到的外水深潭，这个山坳已经有群山环抱。其实这个所在已经将地气暗暗巩固其中，地道的规模俨然在其中。哦，这么神奇哦！莫怪哦，叫做五龙穴。原来是准备要饲龙的哦。只不过，阿叔啥？啊，只不过什么啊？只不过，照我所见，这山顶之上有妖孽光彩照天，这真有可能就是人为布阵。只不过这布阵的人功力非常高强，那就好像像伫山顶之上布下一张无形的大网。啊，大网哦，啊是要用来创啥？照我判断，这张无形的大网，真有可能就是受伤的金龙，伊都北窜以后，我都继续前行的原因。你讲有人做法要困住金龙哦？白小姐，这个代志你有听过什么可疑的人无？无呢，安尼就麻烦啊！唔知是虾米人所做的，都无得破这定关。哎呦，老哥叔啊，啊咱既然来到这哦，过去哦，过头前看卖啊，无得看哦，会当有虾米发现啊？那就安尼啊，李小姐，请你继续闯吧。哎，刚刚我来接了，可是我无代志。哦，真可恶呢！啊，早甲一天无人人，搁一大坑。看来哦，是有人无希望哦，咱搁向前行。